我就这样扶着你，来吧。好。没事，你就放心的骑吧，我护着你呢。灯啊，灯啊！ 你倒是使点劲儿啊！哎，对，走直线。老师，你看着我紧张，你说我更紧张。你是紧张吗？你还是怕丢脸啊？没有。那我不看你就是了，你注意安全啊。 掌握好平衡，你放轻松，不要跟他较劲，放松就好了。你把好方向盘，注意安全，我相信你可以的。 怎么样，摔着没？我没事啊。你这不是会骑车了吗？我这一跤摔得直啊！